印度按摩有多得劲儿，直捣脑浆，捏死你不偿命。据说体验过的人极度舒适，眼睛一闭能睡上一辈子，顾客全是默认好评。本期死亡回放的受害者叫小绿，最近因调休加班，工资不涨，头疼脑胀，颈椎酸痛，听闻骚叔号称按摩界的阎王爷，按摩一击毙命，特地前来一试。进门坐好，盖上布，很好，死者目前没有受伤。为了给尸体输送一下肉质，骚叔拿出祖传恒河威士忌，一边喷一边撸，泼泥又带水儿，湿透了。小绿闭眼凝神，安静的睡去，似乎已经放下戒备。骚叔卸下伪装，目露凶光，逮着小伙的头就是一顿螺旋铁砂掌加降龙十八掌加铁锤功，枪手猎炉，脑浆晃着嘎嘎云，轻轻敲碎沉睡的心灵，永远睁不开你的眼睛。好家伙，古法治疗偏头疼，揠苗助长，拔头发，杀个人还搞得这么有仪式感，整得跟按摩似的。一套丝滑三连招下来，死者情绪稳定，看似很享受，其实已经走了一会儿了。骚叔坚持初心，毫不偷懒，喷点麻药继续干，拍拍脑门，拉拉耳朵，立志整成精灵耳。小绿还活着。头部按摩完毕，食材准备就绪，骚叔逐渐变态，端上了本店的特色菜印度神油，涂抹均匀，轻轻拍打，拍拍拍拿放，这次不晃小哥脑袋了，开始晃自己脑袋了，一顿毒打，小哥基本腌制入味。重头戏来了吗？骚叔眼神狠辣，拿出铁签一顿猛扎，越插越带劲。没事乖，别害怕，这可不是沉浸式分尸，只是简单的按摩，抹完料扎着更入味，这样烤出来的肉老香了。想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骚叔咬牙切齿，一顿猛戳，这朴实无华的按摩手法，连容嬷嬷都直呼内行，随便截张图都是案发现场。咋的，他还没招啊，这人挺难杀啊。好家伙，啥也别说了，骚叔你先按摩，警察那边我来解释。经过近20分钟的亲切抚摸，活血化瘀，天堂级按摩暂时告一段落。从小哥嘴唇颜色来看，差不多了，头疼的毛病应该彻底解决，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人也彻底不醒了，连班都不用上了，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。如果你恨一个人，一定要请他来这个按摩哟。古法养生，一次10块，进去是一个囫囵完整的人，出来可能就是一个花圈，多值啊。印度按摩花钱给阎王送业绩，小日子更会玩，花钱挨巴掌。这是日本大阪的一家餐厅，想在这里吃饭必须被服务员大嘴巴子抽耳光，顾客不仅不生气，还觉得很解压，扇得越给力，男人越兴奋。近些年餐饮业竞争激烈，能活下来的餐饮店不是行业中的佼佼者，就是变态中的变态，纯欲风、忍者风、相扑风、吸血鬼风，特殊主题五花八门。日本这家耳光餐厅就是其中一员，开业初期生意惨淡，无人问津，眼瞅着餐厅即将倒闭，老板娘突发奇想，挂出到店用餐打耳光的招牌，并招聘了几个年轻貌美的服务员，询问每个来店的客人是否需要打耳光解压，如果同意，服务员就会嘎嘎来上几耳光，打到客人解压为止。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，或者本身就比较变态，客人被打后不仅不生气，还感觉压力被减，身心舒畅，每天挤破头往这儿跑，排队等着挨打。一时间这家餐厅名气越来越大，排队挨打的人络绎不绝。由于人实在是太多，餐厅从免费改为一次25元，据说女性消费者还可以体验打客人耳光的服务。本以为收费后人会减少，没成想排队挨打的和体验打人的越来越多。花钱挨打，小日子玩的属实变态。下面这家餐厅更 happy， 专卖猪油炸死人、心脏搭桥汉堡，服务员身着护士服，身材火辣辣，如果吃不完就要被他们打屁屁。这家餐厅名叫心脏病烧烤店，位于美国拉斯维加斯，是一家医院主题餐厅，2005年开业，广告语是死也值得去吃。据说一开业生意就异常火爆，极具特色，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大的警示牌，小心本餐馆有损健康。点击跳过，走进餐厅，你会看到身穿白大褂、带着听诊器、打扮成心脏病医生的老板，以及清一色身材火辣、身穿紧身护士服的美女服务员。
点餐前，护士会贴心送上病号服，拿来药方，里面的内容非同一般，啥猪油炸死人呢、啊、心脏搭桥汉堡啊，怎么变态怎么来。说白话就是肥胖炸薯条、全糖可乐、无滤嘴香烟、烈酒。其中四层心脏搭桥汉堡是该店特色菜，包含了满满的牛肉、奶酪和熏肉，卡路里超过10000卡，被评为世界上卡路里最高的汉堡。如果谁点了这道菜并全部吃完，护士会用轮椅把人送出去，推到车跟前，算是赠送服务。如果没吃完，就要趴在架子上被服务员当众打屁屁。据说体重超过159公斤的人到这里就餐直接免单，为此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挑战。2012年2月，一位男子在吃三层心脏搭桥汉堡时病倒，被救护人员用车推出餐厅。同年4月，一位女客人同样倒下。由于餐厅干掉了无数客人，媒体将其称为夺命餐厅。对此老板毫不 care， 客人看到那些提示，知道一个汉堡就有10000多卡的热量，但还是说自己想吃，那能怎么办呢？我们吸引的就是这些胆子大爱冒险的人。